这周末要不要回趟家？嗯，我是问你要不要回家。你在看什么？看你妈。什么意思？妈感冒好的差不多了，看起来挺开心的。广东持续高温，天气炎热，当心上火。吃好咗啊，快啲啊！好啦，我后生掹走下去翻楼沙，边张台啊？万港夫，你耳聋咗啊？听唔到咩？老豆沙边张台噶？俾俾噶。我唔饮啊，甜死人。冇落糖噶。洗手吃饭，网络似乎有点问题，你把东西打开一点。嗯，我知道这个东西一直说话很吵吧。你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。小杜，小杜，关闭音乐。又不洗脚。加班呢，晚点回家。老板，再要个杯子。啊、业绩加个班呗。